位现场来宾早安。祝电台湾启动诚信能源转型论坛正式开始，请代表主办单位台大风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欢迎各位的莅临。现在请各位以掌声欢迎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王洪仁院长致辞。进行论坛的贵宾致台前合影，我们是请我们第一排的贵宾，我们致台前。